本來好腫㗎，因為佢斷咗十字韌帶啊，上個禮拜係嘛？我咧就喺地鐵嗰陣時落樓梯咧，就跣到跌咗落去個樓梯底嗰度。咁當時又好痛啦，咁一定腫曬啦，係啦，咁就都即係唔知道自己即係有幾嚴重。咁醫生即係送咗去急症室，咁醫生同我做咗啲X 光啦。咁佢就慶幸就冇甩臼，冇即係骨折咁樣。咁但係因為咧，其實最擔心就係嗰啲筋啊，同埋嗰個十字韌帶啦，同埋個背板啦，我諗你哋都知咗啦。係啦，咁就一定要照磁力共振嘅。咁啊，照完磁力共振之後咧，自己睇到咧，我都俾咗佢出嚟睇啦，自己都心諗，唉，都好不妙啊！真係諗住最壞打算都係要做手術咁樣。咁後屘就咁當然咧，因為即係整親你撞到你都會係腫噶嘛，一定咁同埋咧會有啲即係啲水啊、發炎啊，同埋啲淤血啊，會喺個膝頭哥嗰度啦，咁啊都好腫嘅。咁其實你而家睇到咧，我係咪好腫啊？你覺得？偏腫啊，偏少少啫，係啦，一隻腫啲咯。係啦係啦，咁同埋你睇到，即係其實呢只腳受傷嘅，咁。係啦，咁但係咧，之前嗰啲係好腫啦，咁而家咧，你見到啲形咧都出翻，係啦，都出翻嚟啦。咁同埋咧就好神奇咧，就係咧，因為其實你知道，其實應該會痛嘅，咁但係咧，我就好即係又托賴，我又唔係真係覺得真係好痛。咁我就11月12日頂親嘅，咁今日29日，即係隔咗17日到啦。咁我做三次物理治療，係啦，即係咁每一次咧就去見物理治療嗰個物理治療師啦，咁佢都話我即係進步神速，即係都覺得好似唔好相信，因為我周邊嗰啲做物理治療嗰啲，即係嗰啲男士又好，女士通常都女士啦，咁就會分享一下，咁又問咧你又整新腳啊，咁我話係啊，我整新腳，咁佢又係整新腳，都係又係即係膝頭哥整親啦，咁我問佢話你做咗物理治療幾耐啊咁樣。佢都做咗幾個月嘅喎，咁但係都我見到佢哋都仲腫過我，咁同埋我而家譬如做嗰啲物理治療嘅運動咧，就係我做咗第三次啦，咁我已經係可以要綁住兩磅嘅沙包，其實兩磅嘅沙包都幾重啊，即係你要記住係受傷我，咁我要綁喺受傷嘅腳嗰度，咁我要去即係趴喺度跟住要提升只腳，要去屈落。咁其實我屈嗰個弧度咧，我係已經唔係90度，我係做屈斜咗啲添啊，即係仲係多過90度咁樣咯，係啦，咁但係我初第一次即係慢慢啦，即係孭住一磅嘅沙包去屈腳啦，咁啊都有啲驚嘅，因為你即係始終都要皺住啊嘛，即係驚佢又會再創傷。咁但係即係自己翻屋企都好勤做物理治療啦，又再加上貼我日日都貼嗰個 X39 啦，同埋貼即係Eon啦，係啊，咁同埋又查嗰啲 renew 即係佢只骨質合成嘅方法啦。係啦，咁而家就好似咁，所以就我譬如我今日試舉兩磅嘅沙包，咁我唔覺得有困難咯，我仲即係舉得好快先。咁Michelle啊，你而家仲有冇啲痛症喺邊啲位啊？咁樣咁都有少少嘅，即係譬如我覺得其實我行路咧，我 OK 嘅，係啦，即係都冇話好大嘅痛楚啦，即係好托埋，因為其實應該好痛嘅。咁譬如我由1至10級嘅痛楚，咁其實如果你問我，其實我唔係好覺得痛嘅。而家咧，而家有幾多度咧？即係而家我大概即係可能2至3度啦。兩度。係行。即係佢有時啲忍嗰啲拗下拗下你咁樣咯，又或者可能喺瞓覺嗰陣時因為你唔可以成日都攤住個人，有時候都會屈下身咁樣咯，即係打側身咁樣，咁可能有時都會有啲微微隱作痛咯。咁但係行路我就其實都好托賴，我都唔係真係好覺得好。咁如果你而家乜嘢姿勢咩動作可能會令到個痛會多咗嘅咧？喺而家呢一刻咧，其實咧就係做物理治療，就係我要好似坐無影凳咁樣，佢要曲低。即係屈。fashion 就會痛多咗，係啦，因為我而家唔可以，因為你要屈個膝頭哥，
你要用呢、這、一個，即係呢一個係啦，即係呢個膝頭哥呢一個大腿呢個肌肉要去屈啊嘛。咁所以就會痛咯。咁但係當然啦，即係我屈嗰陣時候我都屈到嘅，係啦。咁相比可能有啲做物理治療嘅患者，咁佢同我講，佢話啊，因為我要做三十下，即係做屈嗰個動作三十下。咁其實我都做到嘅，即係如果你越屈得低咧，咁你咪越痛咯，因為你要曲住啊嘛，始終你都係有少少咩嘛。咁但係相比其他啲即係可能做物理治療嘅即係女士啊。他一下都做不到，即是他真的屈不到。 OK，Michelle， 現在我們想試一下幫你，就是不是跟其他人比了，是你貼前和貼之後比較。所以現在我們想你在安全底下，有沒有一些動作你是會痛出來的？是的，就有幾痛啦，同埋譬如話接到邊個角度，我哋會睇到啦，係啊就痛啦咁樣，咁然之後我哋就貼啦，貼完之後咧，咦？可能你可以接埋啲都唔通喎、即係咁，咁咪做一個比較咯，明我意思嗬？咁我如果要做無影燈，我要挨住埲牆做，即係我唔可以咁樣。有冇或者人哋扶住你？或者我咁樣我自己咁樣屈啦。嗱，你見我其實我而家屈到好厚嘅，你見到即係都幾神奇下，因為你知道我都真係。佢前幾日都仲係十九十度都屈唔埋嘅。因為你扭親咧，即係你整親咧，其實你好腫咧，佢係個感覺。係你係緊住你，因為你發熱啊嘛，同埋之前其實我係即係你摸落去咧興㗎，即係逢親發熱。而家都冇啦。咁但係而家我今日我都即係去，其實我上次做第二次做物理治療，其實物理治療師佢都話我都冇乜興㗎啦。咁係今次咧，直情都冇乜興㗎啦。有冇啲位撳落去會痛啊？有冇啲位？有啲咯，可能呢啲咯，呢啲。係啦，不如就用呢一個做一個試實驗咯，係啦。做實驗啦，我你而家屈一屈你只腳啦，向頭先向後咁樣屈，好。而家嗰個痛邊個位置出嚟？邊個位置最痛？我係後邊呢啲喎，即係拉住，係啊係啊。呢個位置，而家呢個位，好，你再拉後少少得唔得？再拉後少少，你會唔會再痛啲啊？可能要幫一幫，抖一抖只腳，有冇痛多咗？緊啲咯，係咯，即係前邊，即係呢度呢啲咯，扯痕咗。咁你而家感覺下邊個位係痛，邊個位係緊？呢啲咧，呢個係痛定係緊？其實係緊多啲咯，緊啲。呢其實呢個緊，係呢個緊，呢個痛。OK， 好，我哋痛嗰個位咧，我就用呢一個嘅。Ice rate， 好，你撳一撳俾我睇啊，邊個位你特別痛？呢度呢度，好，你放一放手，呢個位啱唔啱？係啦，好，咁你伸翻只腳出嚟先，好，我等做翻同一個動作。好，呢個位而家我咁樣撳你痛唔痛啊？痛啊，痛啊，啱噶啦，啱啊，就係要比較啊。咁你記住呢一個痛啦喎嚇，我因為等陣都會用翻咁嘅力。因為其實你都幾大力下㗎。佢適合做按摩啊！咁樣先至知道咧，真係連個底都唔痛啊！係啦，咁所以我已經係慣咗好大力去撳啦。咁好啦，而家貼咗呢一個就係十二點方向。咁我話你而家飲杯水先，好。好。你講痛嘅人咧，你第一杯水分唔到落去呢度。去到器官已經吸收了同埋幫你儲氣咗啲水，因為需要用。但係點？但係係咪應該要貼之前先飲咗啲水？點解咧？貼完貼咗之後先飲咧，就係你個細胞知啲水知道去邊啊？你明？我貼咗嘅時候，身體已經有個信息。飲你再飲個水，佢知道要去邊啊？如果唔係咧，就係你第一杯水就俾身體器官分咗啦。哦 ，OK。咁好啦，跟住第二個位置，第二個而家呢個位咧，開始痛啦，我都好大力去有幾多成？有冇減到定係一樣？一樣好。咁一樣即係呢個位唔啱。好，跟住我哋就去到呢一個位啦。每一個位置咧，我哋就停留十五秒，咁樣樣俾人哋睇。咁十五秒咧，你就會知道咧，佢啱唔啱啊？唔啱我就再轉一個位。但係喺我個喐動嘅過程入邊，喺我咁樣轉嘅入邊咧，
那些細胞其實是大家齊在一個位置去做一個修復。好，現在呢，好，現在我就再來了。因為如果它真的不痛，是我追它都不痛，那那個才叫做真正好了。好了，多好了，有五成好了，五成了，即是說這個位置就是都可以改善到，但是不是完全，那我還有位走的嘛，那我就再走位，是的，跟住就再走位，就來到這個位置，九點鐘方向，十二點、三點、六點、九點，即是東南西北，你走勻去啦，好了，然後就去到這個位置，好了，我又再追去了，我其實追得很深的，這個位置有這個位置痛一點，好了，但是好過你好過頭那兩個位置，好過頭那兩個位置，即是它就是不斷修復的，即慢慢動緊動緊動緊，可能現在只剩四成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再有最後一個位置，就是貼回在上面，但我要動完它四個位置先，要動完這四個位置先，就將那個細胞去到那個位置做修復，因為你的力度都不是野小的所以我都說你的力度還大過物理治療，但是因為我為什麼要這樣鋸呢，我要 make sure 真的不痛，你明白嗎？我剛才都是這樣鋸它的，我的手指功很難的，但是因為我受傷嘛，是的，沒錯，是的，那現在呢，現在再感受一下，都痛了，都痛，但是它沒有之前那麼痛，是的，是不是再少了，是的，再少了，好，你現在試試你的骨折腳去後面，骨折腳去後面，是的，那個拉扯是不是再少了，嗯，不好意思，我喜歡走，好，不用客氣，好，拉扯是不是再少了，鬆了一點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你現在呢，就前和後的分別就是鬆了的了，那個，好了，而你怎樣再令到隻腳有力，我看到你是動拐杖進來的，因為拐杖是我要保障自己，沒錯沒錯，還有是要保障自己，還有有時借力，借力，是不是借力，好了，那現在呢，我們都可以用 Energy Enhancer 去借力，那麼 Energy Enhancer 是怎樣用呢，就是我們白色就是貼在右手邊 White or right， 白色就貼在右手邊，咁就啡色就是貼在左手邊，好啦，咁點樣貼呢，就係唔係貼邊度啊，我貼喺隻腳度，點樣貼腳度，因為佢個力喺邊度，我邊度需要力，我邊度需要力，我就將佢直接貼喺我需要力嘅地方，我甚至乎可以貼喺膝頭哥上邊，好，你頭先就話我聽你呢一個位置是不是這個位置覺得不舒服，那我就貼了在這裡，淡淡地，沒錯，我呢是可以幫他打通貼這邊的，但是他現在是這隻腳受傷，所以我集中貼在這隻腳，就這樣，我定識要貼在這邊，這個不是 Ice Wave， 是 Energy and Energy 能量貼片，增加那個能量，即是增加肺活量那對，其實應該如果你說我跑步，就這一塊啡色是貼在這隻腳，你明白，但由於它現在是這隻腳受傷，我想集中在這隻腳上給那個能量它，所以我就貼在這個位置，這個是能量貼片，是的，我平時咧，我將 X 加油咧，我之前就貼喺即係你嗰啲啦，咁我後屘咧，我直接貼落呢度，冇問題㗎，好㗎，冇問題㗎，冇問題，因為你當你嗰個位修復，我見貼咗咧，真係。是快很多的，都因為之前即係之前呢啲咧腫噶嘛，你咁你好明顯係即係腫起㗎啦，咁我貼咗幾日咧，真係消咗好多嘅喎。咁個原因係咩咧？如果有問題嘅人咧，直接將 X39貼喺你嗰度唔舒服嘅位得㗎啦，真係唔舒服嘅位就得㗎啦。咁但係點解我哋話叫人貼喺大椎同埋丹田，就係大部分人呢兩個位置都係有效嘅。同埋呢個兩個位置係走全身嘅，但係當可能我貼喺呢一度，其實佢係腳痛啊嘛，係咪？或者腳腫啊嘛，咁我想快啲，我咪直接貼喺只腳度咯。但係當佢喺個頸椎嘅時候，佢落嚟嘅時候就講：咦，呢度又有啲問題，停下先。跟住我呢度又有啲問題，我又喺度停留下先，個生活信息。咁而家我貼咗咁多，我又貼咗 X39，全部都貼曬落去。因為如果得冇問題，因為佢哋嘅信息頻率係唔同嘅，呢個係增加你嘅力量。嗱，你而家試下企起身行下，因為我哋仲有五分鐘。我
做嘅功德，我做未有貼紙嚟，係咪唔好幫我貼三個人睇？其實唔係嘅，你可以貼唔同嘅貼片，但係同一時間唔好貼咁多對，即係例如你唔好貼兩即係例如 ice way 咁，你貼一對就夠啦，最多貼兩對。咁我平時貼埋嗰啲人喺後邊嗰度。冇問題，依個你可以轉夜晚貼都得，或者但係你因為而家有腫，你日頭貼你就會消腫嘅速度快啲。咁你其實短時間要成日貼咁多啫，當你好翻嘅時候，你就 move out 㗎啦，即係樣樣一個搞。咁如果 X 貼邊一個位置？係個最痛嗰個，最痛嗰個，你可以貼最痛嘅。如果你唔用 ice way 就貼最痛嗰個。哦，即係貼翻我呢度啦。冇錯冇錯，你而家試下行下。哦。唔係最痛喺度，我哋試下行下。所以我想問係嗰個 energy 嗰個咧，係通常係唔係會即係需要先切？因為我發覺咧，我個肌肉咧係冇乜力嘅，所以你要用 energy。係咁啊，唔係即係係 daily 咧，要 daily 用嘅係嘛 ？daily 用嘅 ，daily 用可以。個本身就俾你個日日制練下嘅時候，做出嚟嘅時候。但我想問下咧，因為咧，其實我係唔有痛症，但我個更加大嘅 issue 就係咧，我個腦咧就個收縮嘅情況，所以咧引致到我嘅唔同咧，同埋嗰個你日日要用 exercise 嘅，我稍後處理你，我哋做埋呢一個，係咪好啲啊？同埋咧嗱，你可以試下咧，你第二腳咧，但呢啲咧就係一盤咧。我左右腦咧受傷嘅時候咧，左右腦唔平衡嘅，咁會令嗰個力量咧去咗一邊。咁而家咧，你又可以試下做呢啲咁嘅動作，遞腳嘅時候有冇震啦？係啦，咁你會發現咧，你原先你呢啲動作做唔到嘅，但係你而家咧，你連咗 energy 咧，就成呢啲都企得咁穩陣嘅咧。啱啱先做呢個，依個我哋叫運動。係啊，係啦，咁你頭先做而家咧，係啦，冇錯啦。點解咧？就一個咁簡單嘅動作咧，咁你做咁呢個冇嚟咗咁高添。冇錯，嗱，就係咁你就更加好啦，因為喺你自己身上你體驗到。就係嗰個分別，係啦，同埋第一步，同埋你冇震。最緊要就咩咧？當你肌肉唔平，我哋點樣測試自己肌肉唔平啊？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好嘅動作，就係少嘅，咁樣即係冇錯啦。但係佢好似呢只腳喎，唔係嗰只腳係支撐，係個平衡嚟噶嘛，係平衡啊嘛。係啊係啊，因為要練平衡㗎。要練平衡。係啊係啊係啊。呢只就好大 challenge 啦！我俾你扶住先，你扶住，你穩陣地扶住，係咪好啲啊？係嘛？佢有力啊嘛！係啦，即係佢其實係咁樣揩住我，佢冇俾力我噶。咁當你咧貼完之後咧，因為我咧有部機，我做指數測試咧，嗰個力量。所以我點解我又咁有信心，我叫你試呢個動作？個原因咧，當我嘅平衡力唔好嘅時候咧，佢震。咁但係當我練咗一個 energy enhancer 一個我冇覺得好有用嘅貼片，亦都係即時有用嘅貼片。三個貼片有即時效果，有三個貼片有即時效果 ：energy enhancer、ice way 同埋 ion。好掂。